打110电话，这名男子他不是要去报案的，而是要邀请女警出来跟他约会，真的很夸张。在大武安徽的这名男子说是有一次呢打了110报案，结果接听电话女警声音，他说非常好听，让他很着迷，于是在一年之内他狂打了110，达到了50000多次，就是要邀请接电话的女警出来吃饭散步，最后当然被警方给逮捕了，判他拘役10天。